笑，因为不可能实现的幻想，一瞬间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但是，似乎迷幻的脑子眨一眨，不禁深深了的双眼，我要确定摆在面前的一切是否真实，因为我难以相信这么多的突围会呈现在我的眼前。这是梦幻的道途吗？在真实间，它却那么真实的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怎不令我怀疑自己存在的真实性呢？三彩兔儿，让我最爱三彩的兔儿，让我最能与情人点传了你在外头我听见帷幕交代的话。三兔儿，帷幕讲的话你听到了吗？为何今日停留在三彩市，不敢与宗兔儿见面？而乃是中华圣母特灵母命降至佛堂，早已参叩皇母，伴着兔儿整整已经有五个礼拜多，再问宗兔可安然？兔儿坐吧，不要跪，不坐下，生前不敢与宗兔儿见面，回天后也不敢与宗兔儿见面，因这已经是第四个梯次轮回，兔儿有心共同办了圣事，让我很安心。兔儿啊，外母讲的话你听到了吗？你今日就静静的听外母讲吧，希望你句句牢记在心头，好不好？多少的梦寐中的瑕疵，多少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幻想，一瞬间都呈现在我的眼前。抖一抖似乎幻笑的脑子，眨一眨几近惺忪的双眼，我要确定摆在面前的一切是否真实。因为很多的兔儿，每一句的誓言句句打动师母的心坎里，不得已在此借了三朝天传肉身，以兔儿聊聊心，共唱谈一番呢。希望爱兔不要嫌弃师母，我是真正爱你们的，所以我才不露面呢。为母只希望你好好认了，认你好好休息，脱去了鞋子就要慎重地跨出了一步，进入圣地的第一步虽然是步履轻快，但是母的内心却是沉重。爱兔啊，你教为母如何来弹琴？望着佛桌上的神像，抬头看着王母娘娘，我望着已经良久，虽然母亲不言不语，可是在为母的内心，我已经真正看到母亲亲切对我在微笑。回天的那一刻，我百感交集，多少的罪业令自己沉沦迷失，多少的委屈令自己养育难生呢、也会对母亲说，见到了你，我好像是迷途的周航，找到了光明的灯塔。母亲呢，见到了你，我好像是流浪的孤儿，今日虽了回到久别的故乡，但望着母亲，我深感罪业深重啊。母亲扶着我的头，叫我莫要哭泣，我就尽情地倾诉的衷曲，甚至母亲她不但没有觉得厌烦，反用一股慈光射烁着我的心肠啊，
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一拜一拜的皇母，好像无尽的罪业消失在无形中。我一生一生的称念着老母亲，大姨、姨呀，在凡世间种种的一切的委屈，随着流水在逝去。看到母亲在了仙佛，承受上天的慈悲，我说不出心里对上天的感激。皇母亲对我百般的友厚，我怎能够忘怀？我怎能够忘怀？今日看了兔儿成长，不是一般心道亲。只要兔儿，哥哥就要精进，要精进了，你一定要精进，要发大心，行大愿，勇敢的前往，千万不要放弃这个为上天效命的大好机缘。相信只要有勇气、有魄力、有抱负，天道一定红伞了。徒弟啊，母亲的盼望已良久，希望你真正能够让上天安心吧，以无缘大慈心来行一切的法门，好不好？时常的布施，不贪求果报，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福田，不计较做着事好不好的福田，也不选择布施的时间，也不要犹豫财物多和少。若是你计较一切，这叫做没有条件的布施啊。菩提修行要学得光明啊，见到海水坐漂轮响，降雨雨时要做普雨响，见日轮时你要起智慧想，你要修定力时你得要求真了，一定好。但希望你以最平等的心来对待一切，希望着你能够真正再度清醒，再度重生，希望你能够真正真正能够让为母相信你，你让为母真正相信你吧。玄奘你认识吗？玄奘大师你认识吗？为母讲一段给你听听看。曾经玄奘大师他为了取经，他跋涉在沙漠时受到种种的困苦，他一切的灾难他都承受起啊。他虽然在休息的过程当中，他备了一点干粮，以水来喂马的草，因为在沙漠中是无法补给的。可是很不幸，玄奘大师在沙漠中一不小心把水袋打翻了，结果滴水无存，但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上也找不到一滴水。那时候的磨练也教他说，再回头吧，是可以找到水。可是玄奘大师曾经被上天发了一个誓言，宁可相惜一步而死，不愿东返一步而生，所以他坚决西行。经过了四天四夜都没有滴水入口，到了第五天他支持不住而昏倒在地。但玄奘大师神智仍然很清醒，这时他的心中默默称念观音菩萨圣号和默念心经。在此时上天干燥而来，忽然一阵凉风吹过来，玄奘大师感到精神一振，而他所骑的马也精神抖擞往前奔驰。大师跟着过去，竟然发现到沙漠中有一滩水也有草，他连忙喝水，把水袋装满，并且洗了个澡，马也喝足了水，
宝的草山上路，大师愁眉多眼，突然想起，在这样的沙漠中，怎能可有水草呢？所以再度回头远望。在这个时候，发觉到刚才水草的地方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。这时候，他才想到是观音菩萨的感应，只当流沙这个灾难就吃不消。但是大师，他为了这么多的众生，这么多的百姓，他愿意承担一切苦难，在每一次都能够死里逃生度过，到贞观19年才回国，一共在外国有17年了，甚至在印度也有18个国家国王拜大师为国师啊，并且诚恳希望大师留在他们国内弘法利生啊。但是大师他目的是为求法而来呀，纵使有那么多的国王对大师有礼有加，他好似毫不留念呢，决定返国。徒弟啊，有一天上天派你出去，你会出去吗？这么多的苦难，你承受得了吗？你弟弟冬天的梅子，我们是愿意相信，但是呢，呈现在帷幕的眼前，为何我看不清楚？真的是动了几遍帷幕吗？还是我不相信？但是你坐到这里，帷幕之一心终于上天，一心来对待那个爱徒，希望你能够真正为上天做一点事情，为母才能够有心讲下去。今日结界了圣贤仙佛的时期，在外面作为爱徒，希望弟弟你能够牢记在心田。你还记得阿难尊者的事情吗？记得吗？现在为了三朝大事，诸天仙佛不惜一切刀枪枪支来，而且啊，世间只要有缘的众生，他一一来度化，度化回天。多少的仙佛为了修行，为了天下的众生，一切都牺牲了，无条件的奉献，有众生肯回头，有众生肯回头啊！记得世间，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善知识，他老人家也曾经遭受种种磨难呢。他曾在80岁那一年入迷了，他说他一直冒险的时候，他老人家觉得背后有些痛，他曾经是在阿难尊者身后先醒来，但那时候甚至有500伤人过河，河水很脏不能喝，但佛他叹了一口气说，我的时间也差不多，这些痛苦父亲的弟子前来，这时候弟子都来了，大家都很悲伤。阿难尊者只顾着悲伤的痛苦，但是阿那律尊者提醒阿难尊者说：“你不要只顾哭泣，有些事情应该趁着佛还没有圆寂，以前称之佛陀。”但是阿难尊者说：“我叫你不要教育我们，是因为了天下众生。”因为出事，但这有可能吗？何必我们也想，不也想像你的肉身在这世上，你也得恰恰天下苦难的同伴，
在那里追逐着，就是因为我这么要后天交际，耽误了一天，我能是妈妈母亲的盼望，我当然是要相信，绝对不能退缩啊！是的，我们真是信之不退缩，活出事实，大家一手为师。我涅槃之后要一学文字啊，他还问我这就是大家是否安静，我涅槃之后是什么安静，佛祖是时我比丘有佛的调教，我涅槃后又如何调伏，佛祖是时我的原教大家一生信解，佛涅槃后经典的知识应该怎样才令人平静，世尊回答说，佛涅槃后应以戒为师，佛涅槃后应以四念处安住，佛涅槃后对恶人不莫平之一句，佛涅槃后一切经典之所因安，不是我人，是让人气质安在末后时期，希望你能够真正吗？我了解一切，选择你上天适合吧。一切的众生见到别人受苦，自己十分的快乐，自信在末后，而且不以别人的苦为苦，贤明的人忍受苦事而依然喜乐，遇到他人而自己不以为苦，一切的众生为了自己找一起快乐而使别人受大苦，贤明的人为了给予别人少许的快乐而自己忍受大苦，这些菩萨们、仙佛们，受苦皆平生而去解决他们的苦恼，帮他们分担愁苦，甚至还替他们受苦。他虽然道地众生受苦，不但不以为苦，而且心中还非常的欢喜。因为菩萨有平等的慈悲心，所以得到自在的快乐，不被世间的逆境和苦事所逼恼。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承担大事啊，每个肩膀上都有承担大愿，你时时刻刻都有上天的大悲的甘露，是为自己所恼。这一位众生忍受各种的苦痛，而对于我们的阿弥陀佛，希望你能够继续来自在心头，凡夫和一切的人为了财物和名利，有时都会视死如归或舍弃生命，更何况菩萨有本心，为了一切众生，而不会舍身成人呐。一切的众生，出于众生受苦，可爱的子心，尚且能够知心，等下不见得一切诸法，他能够尚且知身知命。菩萨的有的慈悲心，为了利益众生而舍身，又有什么难呢？他把自己身体看得比草木和沙土还要轻，为了众生而舍身，又何处难？你可以慢慢地体会看看，为了拔除众生苦难，给予众生快乐而不计较名利，这些功德就是解脱啊。
活着就是生死，为了自己而追求快乐就是苦啊，放下自己的快乐吧，而为真正求快乐学出苦恼吧，富贵苦恼未及切，只闻其后生扬州，只是一世酒如梦，只若三瓶两满酒，凡事都是孩子味，但你心处便无忧，而今看破循环里，教育栏杆暗点头，此地修道为真，行道为事，希望你能够真正不要再辜负上天的期许，希望你不要再生病伤心的心了，而母亲慈人而母亲的慈悲你要了解，不要让隔行之间神圣的杂欲按压着你，现在行止长达千年了，能够让上天真正复命在你间吗？不要让灿烂许心灵不得自在，不要为了叛逆而如盗贼一样而让真正瞧不起你啊，叛逆是一个没有底的洞，有漫天的大海，有汹涌的巨浪，有可怕的漩涡，怪物啊，难道你没有发觉到吗？在这苦海当中，难道你愿意真实流浪不息吗？人如纷纷满眼前，不如安分且随缘，身体扫地为轻骨，名正三界常有烟，淡淡尽叹千亿百，心意哪得几千年，世间巨大为生死，才与黄金尽往然，希望你能够真正再度勇敢地挺身起来，希望你世事心存诚恳，而不惜以假情假意，凡事心存恭敬，而不藐视他人，凡事心存谦让，而不仗高我慢，凡事心存和乐，而不厌烦暴躁，凡事心怀感恩，凡事心存慈悯，而不幸灾乐祸，凡事心存法喜，而不贪念物欲，凡事心存宽恕，而不吹毛求疵。徒弟，还没想到这里，你有没有真正听下去？既然上过来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数不清楚吗？数不清楚，这是你也为了保护天家门的热情热烈忠贞，希望你能够真正做了一个正等人吧。正等人他本觉得有大悲心，行进界的万里路，上等的人为了得上无上菩提，设定界众生而不惜一切，只要你的心态是光明而不是下等人，下等人他只是为了求福报而不知，下等人是为求人天果报而不知，因为你是正等人。